今天是2016年的6月2号，我们来到整个日本的别府，来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今天好不好玩？好，赞！哦，心得很好哦。好天气、啊，赞！肚子有没有圆？圆，对，大一圈的，我这个整个游泳圈大。你看都没人，你看。他们都在睡午觉，只有我们在那边欣赏风景。三点半啊。现在在演的电影，正前方是别人，我们现在300。前面就是。无精神啊！有在动了吗？还没啦，四点。八。第一个提升。那远远的一艘船在我们这里来。对啊，走，我们到前面看船头，走。